秀兰真的是啥子？秀兰跑都跑了。秀兰跑都跑了。为什么不开心？哎，人呢？桌子背后的。秀兰跑了。婆娘跑了，他把小爷们儿给我留在这，我简直没想通。我说这个厨艺啊，确实有点儿，这是啥子肉蒸的坨坨，煎的时候煎成坨坨，不过都好吃啊，还是好吃。你看这小爷们儿的厨艺。哇，这煎的菜，我问他为啥子不切小坨的，这是他最好的刀工了，已经是。哎呦，蛋红烧肉，这是煎的红煎肉哈，煎的，我说还好吃，吃起来好吃，你别说，这蛋，这菜系还可以，我操，菜系还可以，坨坨肉，就是，又吃了不错了。啥子蛋壳都在这头，表嫂啊，表嫂跑了，表嫂跑了跑了，你家庭地位不想揭穿你，你就说你小爷们弄饭给你吃不，啊？打衣服就打暖风，那几天都没在屋头，都跑了好多天。就我跟小爷们儿两个人在屋头，大弄的干了嘛了，可以。晚上不出去跑车，跑牙刷儿，我出来跑车子了。小爷们儿一个人在屋头，他不害怕呀？人家才20岁，不害怕呀？人家是不是嘛？你不要求你不。对啊，不跑啊，
你这件衣服今天格外鲜艳，和红星一样漂亮。没有出去跑车哦，昨晚上做了个梦没做好，不能跑，到这儿开始要喝。晓得不？梦没做好不能跑，梦没做好不能跑。老子昨晚做梦，要哈巴把我车子撞了，撞了哪还偷我？肩不能跑，晓得不？感谢我一二三，老板，我请你洗牙齿，不洗。难道我们是在看猪吃饭直播？老子给你讲啊，这段时间跑得怎么样？跑得可以哈。那天我是打着你的车子，必须把你旋了，免得小姨们勒住你的手。好久没看到老板摆龙门，这段时间婆娘跑了啊。咦，妈掉都没掉到空军。看见我吃饭，哪个煮的饭？小姨们啊，小姨们煮的饭。以为婆娘跑了就没人煮饭了呀？照样的有人煮。婆娘跑了，小姨们来了，小姨们一直都在啊，小姨们从未离开。咋子嘛，狗仔？咋子，狗仔？啊？咋狗仔？切香肠是不是？走，拿香肠。来，拿香肠。每天吃饭吃过，必须要吃个点香肠，我狗。哎，吃个点香肠。看小姨们的。饭后吃个水果，档次不能落哈，档次不能掉。你在偷看小姨们，小姨们也在偷看你，不可能。今天马拉松休息一天。在这个水饭后水果吃都是甜的，真甜。怎么这傻子哦，哎，小油门叫傻子，太他妈甜，不甜不浓。切皮囊安排去。你娃的办公室开垮没有？我啥子办公室？